们现在已经报到了。嗯，他们到步了，看起来都蛮紧张的。合理啦，新人嘛。对，我们组上新人也来了，看起来超菜超紧张。不要这么说啊，想当初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嘛，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。你们那时候不是一起进来的吗？记得你们是同学，那你们那时候怎么会想要来考阳明？有没有想过以后要干嘛？跑去科学讯上班，赚大钱，分股票，娶小花或克里斯。谁要嫁给你啊？哎，我想要出国念书哎。哦，出国念书很浪费钱呢。干嘛？出国念书，我也想要出国念书，去申请公费留学，念毕业。我想要一直打篮球下去，打进校队，最后打进美国之篮。我想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。有说没说一样啊？怎样才算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啊？我要让整个韩运界因为有了我而有一点点的不一样。你真的很想进阳明吗？想啊，当然想啊。如果他可以考上阳明的话，我一定会非常开心的。阳明海运，我好喜欢你。在这边脱胎换骨，相信他们在长官的训练之下，一定可以被改造成功的。想一想，在公司所接受的训练带来的改变，就好像被施了魔法一样，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。米生，我想变阳明男神。嗯，问我就对了。请进。帅哥，你找我吗？我什么都不必说，放心交给我。拜师学艺，帮公司赚大钱，跟我来就对了。请进。帅哥，你找我吗？我什么都不必说，放心交给我。对吧？跟我来就对了。请进。哎，大哥，你找我吗？我放心，什么都不用说，一切都交给我吧。脑力强化工程正式启动。
是，好的，不好意思，谢谢你。怎么都找不到新的货啊？别惊啦，什么事情都交给我们就好了。哎，高林哦。啊！少林寺十八铜人，你以为当好爷武那么容易吗？啊！新大法，经理，我已经把最近三个月的布品都装满了。这么厉害，那你是怎么办到的呢？吸星大法。快点啦，今天是很重要的日子，大家都在等你一个，走吧。Ooh, crazy is what they think about me. Ain't gonna stop 'cause they tell me.